们看一下这个模型大概怎么做。可能现在呢，我是有大概的意思是这个线要凹进去，然后我们大概做一个看怎么样做。然后这里呢，我来给它创建一个 box，是吧？然后给个400，400，400。好，得到这么一个细分，是吧？要把它转换一个可编辑的边境，然后这个图形呢，我就暂时不计划了。这个图形你们自己画就可以，我就不计划了。我大概用个图形代替，然后呢，我在这里呢画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吧，大概来画一个心情。好，然后下次，好，然后呢，把转换一个边际多边形。这里有个圆角，我们直接的圆角给它20，20，这里给个50，50，可能多了，看一下，50可能多了，那就给个30，30，好，我们得到这么一个模型是吧？要把它转换为一个编辑的样点线，要把它往上拉，要把它翻过来，对齐到这个中间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这个模型，给它来一个复合对象，里面有个图形合并，它选择图形合并，选择拾取这个图形。好，它就添加到那个上面去了，是吧？把这个拉开，用不到它了。然后这个上面呢，就会有这么一条图形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转换为一个编辑多边形，是吧？要选中这个多边形几边一边，它自动选择了中间的面，这一面是吧？然后这里呢很重要，摁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，我这里写一下，键。同时，转换到编辑边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点这里边，按住 Shift 键，点到边，然后它就选择了中间的这里边，是吧？它自动选择了中间的这几边。然后呢，我们打开这个原选择，打开原选择，是吧？给个20、30的，大概这么多。然后我们把它往下拉，把它往下拉，大概这么多。如果你想让这里硬的话，你就稍微的去调整一下，这个收缩也可以。是吧？然后缝上，这样也可以，是吧？再往这拉一点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给关闭。这样呢，我们得到这么一个模型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很完美的，这个模型呢还是有点问题的，所以我们要来修改一下。我们转换的
顶点这边，看见这里有很多顶点，多余的顶点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顶点，然后再选择这里打开，这里可以初量为二，然后选择，点击一下这个，然后它是选择这些，二星点，然后摁跟踪键加对格键，把它给移除掉。移除掉二星点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再转换到面，它自动的转换到这个面，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小小的参入量为一，然后反转一下，然后再次收缩，然后也插入一下，插入一点点，看见这些黑边没有？这些暂时不用管，我们点击下面这个松弛，然后反转一下，然后再次收缩，然后再来给它一个松弛。充值到哪里去了？点一下充值，它就可以了，它就不会有问题了。然后选择所有的面，选择所有的面，然后清除全部，统一给一个光滑数。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，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模型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就谢谢大家，拜拜。